别好，就是他现在看了我们的电影以后，虽然以前可能就是真的受过伤害，但是他释怀了，我觉得你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的。我们都平平安安的，保你平安。好，谢谢。回家的时候注意安全啊。谢谢谢。同学，他的有举手啊。孟老师好。然后就是我看完这部电影以后，就是深有感触，因为我也经历过校园暴力，就是一直没有释怀。看完这部电影以后，我真的释怀了好多好多，就是。要真诚的善良的活着，然后我这次是为过来看宋茜的，我从十岁就开始喜欢她，我今年23了，我特别特别喜欢她，专门从今天我来看她，然后你是我的整个青春，我可以抱一下她，我的青春。最就开始喜欢我们的倩倩，也可能她最为黑暗、最为伤心的那段经历，在校园里可能就是生活当中有倩倩出现的那一部分，也是鼓励的。加油，生活很美好，人间也很美好，一定勇敢的过好每一天。哎，谢谢，谢谢你喜欢，拍个照，拍个照，来来来。现在有什么话想鼓励一下这位女孩吗？可能她的之前的这些经历过往。我觉得她刚刚说的特别好，她在以前是，但是她释怀了。好，谢谢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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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谢谢